每到为水果硬沙的因素，中方硬沙艺术总会在桃园台海举办2021全国飞叶成功的台展。理事长许浩顺就表示过，一百展出的飞叶数从家跟硬沙的精品，是对全世界来的无穷用生产的精品，总共有270件。一条生条嘅展示品，共有个嘅特色，同时同田野，未共系太自然嘅作品。这个是大溪老街的整个景象。你家喺太溪路嘅贵界景象，图看无坑造型嘅作品，入风景，入太溪美食，你雕落嘅收藏家，照下天嘅样貌，总是做嘅。收藏家讲，你雕作品，拢系古人照片世界收集到嘅沙雕。跳过摩坑的艺术装置，在台下被人家认出下跳摩坑的一面。这个机器，它搞到形象了石头，了石头啊吼！各种哎呀，做的调整人的身心，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艺术品，而且也对我们的对我们的个对石头的涵养，也是有增加这个能量。李书总苦口心讲，日本就集千古写入，做铺咧台阶电池，跳过语文能量，得观电的人，视觉压力，嘛跳过上下感受出下跳的能量，得出信心的了解。希望大家能够身心有一个疗愈，然后呢，看到呢展览呢有一个幸福感，可以呢在这个压力之下呢，得到一个最美好的片刻。符号信讲，里边的展览都展示各式各样的奇岩怪石，拢总有270件收藏家的心血作品。透过里边的展览，得写跳的艺术，无个人心币，得民众每种个游群徛里，各地观展的人感受写跳380度的亲吻，得这个人生又搁较多正能量气息。看看新闻，罗安达图片报道。